Hello， 各位同学，你哋好啊！又嚟到星期五见我礼物小姐嘅时候咯。今个星期咧，我都系带两份奖品俾你哋换零嘅，而家一齐睇下啦。第一份奖品系 Nikki 屎圈万用小袋，绿色。同学需要用8000个 Smart Points 换零，名额有两名。今次我礼物小姐咧为大家带嚟呢个 Nikki 嘅万用小袋。它是绿色的，非常之醒目的。绿色呢，其实呢，你望住绿色的东西，当你眼睛攰的时候，它可以舒缓的。还有呢，也都对你的视力它有帮助。所以其实我礼物小姐一直都很喜欢绿色的。而这个万用小袋呢，就也都非常之方便的。它可以放纸巾啦，或者是放润唇膏啦。现在呢，天气呢都开始渐渐地冻啦，好快就会到冬天。它呢也都可以作为一个放暖包用的小袋啊，是不是很多用途呢？如果你都喜欢这个万用小袋的话，那就不要等了，即刻用 Smart Points 换领啦。第二份奖品是奇趣小乌龟，同学需要用8000个 Smart Points 来换领，名额有两名。这个呢是一个呢小玩具来的，相信呢很多同学都可能有这个类似的玩具的，不过就未必是乌龟仔，有可能是鱼仔啦。你呢，当你拉去那条线的时候呢，它的双手就会动的啦，那呢可以放在水里面玩都得的，所以这个的小玩意呢是几趣怪的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奇趣小乌龟的话，那就不要等了，即刻用 Smart Phone 来换领了。好啦，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，下个星期再带唔同嘅奖品俾你哋换领啦，下星期见，拜拜。